最近常常接到别人跟我说，我还在看你们节目17年。我说天哪，17年我82岁了。适逢陈文茜主持的节目开播满17年，因为生病脚无法弯曲的她坐在床上开直播，以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梦作为演讲主题。我的梦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。然后我在那个时刻开始思考，于是我选择当一个啄木鸟。期盼透过主持的节目成为国际新闻良知的灯塔。陈文茜也大方回应，为何要戴着墨镜上节目？免疫系统攻击我的泪腺，电视上面都会打光，那光打到我的眼睛，我痛到感觉眼压很痛。直率的陈文茜在直播开始前独家公开自己的瘦脸秘诀，因为脸上都是水肿，所以我每次录节目前，然后我的嘴巴里头都会喷出来很多的水，就水像方程一样。64岁陈文茜靠按摩枪消水肿，只是近几年遭受病魔攻击，陈文茜讲话容易喘，难免影响节目录影。原来每次开工前她一定要吸足氧气再上场。开稿单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吸着氧气开稿单跟大家一起开会，因为我们觉得我现在讲话没有刚才那么喘。不怕生老病死，陈文茜说已经处理好遗嘱和财产，展现对人生豁达的态度和观点。好，非常谢谢文茜姐陪伴大家。新闻正声为杨思颖特别报道。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里结束了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